你看你要做四片、八片或十六片。八片好了。好，那我考你个数学，二的二次方。A 一 ，B 二 ，C 三 ，D 四，请选择。好厉害。二。二是什么？二的二次方是四。是二乘以二。是。那二的三次方呢？不要学。二乘二乘，我可以算吗？二三乘八八八，没错。如果要八片的话，我们就是要对折，总共三次。现在几次你猜得出来吗？一、二、四次，两次，所以总共会有几片？二的二次方，二的二次方。不要再考我了，不要再考我了，来了，我只是来做蓝染的。老师，啊，何必何必？然后呢？我要跟你讲对折方式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子。是，我们这样子是对折两次，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花心。是。那如果我们要八片的话，是，我们就是这样子对折过来。对角是这样。对，没错。对对的。哦。Yes。另外一边也是。另外一边也是。我们就八片就好了哈。十六。你要十六片，好。你不要再问我了，不会，我直接请你解答，老师会放弃的。我们上面这边会有两片，对，那这边会有三片，对，我们等一下少的往多的地方折过来，两边都是啊，对不对？错，只是我们不会打开它。小时候的摩连衣啊，这边你看得到，它下面有这种圆端的，都是可以做花朵，看你想要的面积大小，上面跟下面去把它绑起来。然后尽量对准中心哦，要不然你的花的话就会歪掉。你是说这个中心点要这样？对，尽量对准中心，橡皮筋把它绑起来，这样弄就可以弄出花瓣来。哇，神奇哦！然后下面我们再把它做固定，你花瓣的图案会更明显。好了，我这样有没有歪歪的？稍微，但没关系。稍微，只要调一下，你会更美丽。吗？对，很多整形整形跟我说过的话。看来你去过不少次哦。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那老师，你有感觉到他的脸有不一样吗？更年轻了是吗？这个没有错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教线条。好，线条，我是出线条。这样子平平的对折过去。好，平平的对折。然后摊开，另外一边也是摊开去做对折。少的两片，二往三折。哦，折到这个步骤，你就可以用你的橡皮筋开始把它绑起来，绑成一条线的样子。这样子吗？对，你就是把它绑起来，它是很随意的。是。那你也可以绑很多条，它外面就会有线条感，里面就是捆得很紧，所以都会比较白一点。这不能吃啊！对对对对，出事，吃了就出事啦。等一下，我们就下去这个染缸。那你们可以看到它上面呢，它会有一层泡泡。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用你们的手背，先把这些泡泡拨开，我们就可以下去开始染布了。哦。那我们下去染的时候呢，会分三次，每一次都是三分钟。中间的过程，我们会把它拿起来接触空气，让它从绿色变蓝色，让它氧化。这一开始下去起来会是绿色？对，它会是绿色，很明显的绿色。那你拨。先用手臂这样打，对，我们把它拨到旁边，拨出一个可以操作的空间。里面是绿色的耶，感觉好像你要泡臭豆腐的。对啊，社会的大染缸啊。对，没错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是一起把它下去，然后这样帮你们计时。对，要拿着哦，不能把它丢下去。我们拿着，然后把它按压，然后三分钟三次。嗯，按压，按压。然后都要在水面下面按压。三分钟。那这样好聪明哦，他就是这样，丢的。那我这样很方便，我没办法啊。哦，真的，我就让我。每个地方都要按到哦。每个地方，每个地方都要按到。所以懒惰的人就会没办法染好。没错，没错。对，颜色就会更淡。像我这样就很 OK， 有没有？三分钟了。三分钟了。啊。哎，现在是绿色的。哎，我怎么这么绿？可能你按的比较大力，就代表它颜色又会更多一点。有进去，有进去。是的，是。所以我们现在拿起来在外面，这个要怎么样？对，让它接触空气。它有变色了耶。基本上，如果你有折叠到的地方，我们都会建议这样摊开。它现在就慢慢氧化变蓝色了。哎，我们好像在洗昆布之类的。对对对对。你洗过昆布？啊，没有，我只是想象。已经开始有点不太一样。这样你就可以不用搬。哦，不用搬。你就可以保持它这个里面是比较白的。什么都不用涂。对，你就这样。瞎忙。就这样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要来就是要选这个装。
应该是在蓝染吧，可能因为我们有自己有动手做一些东西，然后做出来之后，哇，那个成果也会让我觉得，哎，原来其实我们这样做起来是很好看的。对啊，我觉得在这些过程中，就会让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很有意思。应该是一朵玫瑰花吧？对，而且它有三种颜色，绿豆糕。打到一下，嗨，老师，你怎么连这个都来帮忙？对啊，你不是刚才的老师吗？我们就是可以包办很多的事情，是，就表示能力很好就对了。对，我会先建议从我们的招牌彩色藕粉绝饼开始，是，对，它吃起来的口感会像很贵一样 QQ 的。这个是黑糖水、黄豆粉跟红豆。你说黑糖对不对？对，黑糖、黄豆粉跟红豆粉。嗯，我想想，很多人呢喜欢去日本吃绝饼，嗯，他们都觉得日本的绝饼口感很好，不过我觉得我们台湾没那么好。而且这个很聪明，你看它做的不同颜色的感觉，对，你吃下去，我以为说它会粘在牙缝上面什么，觉得很不舒服，没有，我这样吞下去，它就直接进到喉咙。对，就是化掉的感觉。接下来的话，我跟你们分享一下前面的三盘绿豆糕的部分。这是绿豆糕，绿豆糕。对，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，你看到它绿色的地方，其实是用我们的青黛，因为绿豆仁它本身是带有一点淡黄色，所以下去做混合的时候，它就会呈现出有点绿色的感觉。那它的甜度我们有把它降低，所以其实中老年人去吃，他们也是蛮喜欢的。啊，好在我们这边都没有中老年人，我们都是年轻人。还好，真的。冰冰的感觉，对，它冰冰凉凉。我们的冰心绿豆糕，绿豆沙，你好像还可以吃到一点点的凉，有点颗粒凉，至少不同的口感，好好吃哦。然后这都是我们手工下去压的，人家会喜欢，小朋友也会喜欢嘞。接下来跟你们介绍的话，我们前面这一盘马吉，它是我们的花生炼乳口味，是用我们的炼乳加上我们的花生粒。天啊，这个我真的喜欢，喜欢，我喜欢团子。哇，你看我们感情多好哦！你们这样子，你浓我浓，没有一起吃饭怎么办？一起吃饭吧！你看主持人多细心。哦，它烤的有一点像那个酥酥的，它里面是软嫩的。哇，好吃哦！好香哦！不是让我们单纯就是感觉麻吉，它有嚼劲，被藏在后面的小惊喜。这个是我们的清代巴斯克乳酪蛋糕。哎呦！它的蓝色部分呢、啊，就是用我们的青黛下去做蓝色的。这是刚才那一锅，而且你看它的侧面，倒也用得到。它的侧面还是有点这个湿润湿润，确实会让我想到刚才那一锅。哎，没有哎，没有刚才那个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它就是 cheese 蛋糕的香味。因为你知道，你讲到 cheese 又讲到蓝，你会以为蓝 cheese 那种味道很重很臭的那一种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它就是 cheese 蛋糕。好味，好味，有点点惊艳到那个 cheesecake 那个，哎呦，因为啊，它那个染的那个吼，好比剥掉之后，我们不是要进去搓三分钟吗？发酵就很像我们那个水果发酵那个味道。但是后来我看到那个 cheese 蛋糕的时候，我吓一跳，是怎么会这么好吃？其实我才刚从日本回来没多久，一回来之后来到这个地方，觉得哎，其实这地方不会输给日本，不会输给京都那个地方，因为不管是吃的甜点也好，氛围也好，甚至很有特色的蓝染这个东西，其实我觉得在下一次出国之前，我应该要好好的把台湾更了解一下。我们这一回合要抽签，但我刚刚听说一件事，就是我们那个这一回合状况不太一样。我们刚才不是自己拿盘子吗？就是这个绿豆糕的盘子，有一个人的盘子底下写了一个"中"字，真的假的？中奖的"中"。
那怎么办？我还有很多要介绍给你吃哎。我觉得我这件真的很厉害，我这件是这个，因为这边是日式，我推荐也是日式。哎，可是不行不行，因为你就来这么一天，我一定要中。就那个小卷，对，我一定要带你去吃。没关系没关系，还是这样子。我觉得我这底下你都没有吗？应该是中奖的，我跟你换。真的假的？我觉得是啊，看你。万一是你的话，你说我故意把它换过来，只为了要吃我的？哎，计划通，要揭晓我的。没有，没有，哎，没有，没有，哎，我的重，重有一个重字，哦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刚不是有把盘子拿走吗？没有，我没有把盘子拿走，你该不会你的右边的下面口袋有一支白板笔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这边有一支，这我什么白板笔？怎么？这是那个谁放你那边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对不起。飞出去，飞出去。安平运河旁边，安平运河很多老店都是沿着条运河这样开的。你知道淡暖爱上多就是伫遮，你知无？哎呦，嘿啊，我想伊，我爱护君就是伫遮。而且哦，这边呢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一定爱食布丁啦。后边这间，哎，这是1939年专门给这日本皇族的御用点心。所以只要来这边买的人，就是一种。贵族，嗨，收队叔，好了，我们去吃个布丁吧。喵喵，起行喽！哎呦，请，哎呀。银波老板，哎，老板好。哎，你皮肤跟布丁一样光滑。对啊，有吃布丁的关系的。其他不在安内啦。而且啊，我们知道他有介绍说，这个布丁是都是以前就是日本的对对贵族皇家贵族在吃的。对。然后如果我在店里面吃，我可以吃什么样的？你可以推荐吗？哎，我会推荐我专门开发的布丁冰沙。夏天比较热嘛，大家喜欢吃冰，所以我就开发产品出来。一定爱有福气的人，你来吃，再吃一条。现场吃啦。是。桌上满满的布丁都一样，对不对？可是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哦。最早这个，最早这个第二代的，这个是日本现在昭和最流行的新布丁。最流行的，真的假的？等一下可以品尝看看。好，先从传统哦，传统试一下。这蛋香、奶香、糖的香味，对吧？还有一层那个焦糖，对，然后绵绵的那个感觉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觉得它。就是要搭配它这个糖一起吃，然后这第一代对不对？然后这第二代对不对？对，哎，味道不一样，比较硬一点点，然后有奶味。我觉得好像第二代往蛋的方向更浓了一点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就一个那个奶味。那我们现在是第三代了，来，你可以看看哦，这又不一样哦。我觉得光用切的感觉下去的手感就不太一样。对，这个呢更有劲。那个奶味比较重，对，嗯。哇，它这上面还再插一个布丁，哎呦！哇，哇！我原本担心说，因为它是布丁冰沙，会不会？整个冰沙喝下去太甜，哎，其实不会哦。它冰沙跟布丁其实有点不太一样的味道，是。那所以它这个衬托起来会觉得，哇，是一个很刚好的搭配。棒！展开明年的台湾美食地图，一起吃饭吧！即将打开你的味蕾。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快点！这边，快！七，你就按七的话，七。